中他短发戴一整晚，而我一关接一关，我一关接一关，提不起了款，说我不难看，毕竟这么说这能耐也算一种天花板。No need to be afraid， 有我就 OK。No one can stop me to ever love。细胞神经直觉跨越临界点。剑河现场啊，真的一定应该是很紧张才对。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也站在台上的话，我应该没有办法像她那样淡定。我跟你们说，子嫣从刚一出场到现在，没有一刻敢看爸爸，对不对？你是不是一直在避？但是你的爸爸一直用一个非常感到骄傲的眼神在看你。就是，好，没关系。我今天其实有点紧张，是因为其实这是爸爸第一次在现场看我的表演。天哪！对，所以就觉得今天一定要把就是这些日子以来的努力练习全部都表现出来。就是像我第一集其实就讲说，希望让爸爸觉得很骄傲。对，你从小到大都是我的骄傲。哦。